好，那么比赛开始，首先南港马上跳到球哦，35号的郑成轩上篮得分，这边发生失误，黄一翔上篮得分，这边 leading pass 给到前面，中距离跳投出手，好球！11号的林一伟、林轩伟，黄君毅直接杀进来，哇！黄君毅今天真的是豁出去了。这边再把篮板球抢回来，黄君毅三分线的出手，弹了两下没有弹进，不过篮底下。江一成再把这个球接到补进哦，好球！蔡尤恩分边，这边走底线进来，李丁阳拿到篮板球，高举高打得分，好球！我想南港国小他们在防守上面哦，必须要注意到几个连线哦，还有就是球的流动大部分都是在那个12号，黄君毅的手上哦，是廖英文，要郑玉云。南港国小这是一个很棒的high low配合哦，只不过在禁区当中没有好好的拿，哇，这个切入够犀利，也够大胆。不过前面有人偷跑，6号的廖成凯。这个偷跑非常的不错，郑成轩，哇，好球啊！自己切入进来，再把球抢回来，哇，黄君毅，好球，自己放进两分，哇，这边好球。范进淳频频的单挡进来，给到范进淳，好球！李丁阳外围的出手，好球！我们要注意一下进攻计时器。李丁阳，哇，这边被包夹了，勉强的出手。范进淳掌握到篮板，哦，这边没有人来帮范进淳接应哦。先过半场，给到范进淳，选择自己中距离跳投出手，非常有自信哦。没错。